你好，你帮我捎点春饼呗，捎到汉兴街与三义街交口去。三义街，动物园那边。对对对，我把电话地址都给你，我把饼装上车行吗？总共是十袋，一袋是十斤，总共100斤。我装后备箱里，你往前开开。对，你往前开开。十个，我把电话地址给你啊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十年的生活，大家伙呢也可以叫我小龙啊。总共是进了100斤春饼，我与工厂大哥可能沟通失误了。我打了两遍100斤春饼，大哥直接用司机给我干过来，给我送过来200斤，我也不能留啊，我看这天阴天呼啦的，明天可能还有雨呢，我就留了120斤，留了120斤之后批出去100斤。然后咱车里面现在还得有100零几斤春饼啊，早晨100斤卖了10多袋，剩了80多个，然后这不又要了120，批出120嘛，咱车里还有100零点呢，还有100零点，我现在准备去摆摊啊，现在是12点半，今天出来的早，我合计我上哪儿呢？上江美关江国际那个糖厂那个小市场，全天小市场啊，这两天吧，哈尔滨创城，你知道吧？明天是周六。我看天不好，我也没敢要货。创城就是天天，明天好像是开始7点钟必须收利索，整个市场早市还得好几天呢，我就没敢要货。然后我合计我上哪儿把这饼卖的去呢？这天阴天呼啦的，我还没大信心，就怕下雨，一下雨人就交跑了。我可以看天气预报有没有雨，没事儿，还得相信科学。天气预报说没雨，双小美。到那儿11点能摆上摊儿的情况下，摆到晚上7点还能摆6个小时。到这儿了，找管理员，找个地方去。这家真凉快啊，这大猪头。哎呀，管理员找个地方，找个地方就在这儿整，卖的时间长。大哥。卖春饼，你给我找个地方呗。啊，我那边不少空地方呢，好多空地方呢。行，跟领导说一下。哎，好嘞。能摆到几点晚上去呢？摆到7点到8点吧。行。跟我们老板老大沟通啊。行，你先给他打电话。啊，啥馅儿啊？春饼啥馅儿的？春饼是卷菜的，呵呵，卷土豆丝儿，卷辣，这不是辣妹子吧？卷辣椒，哎，卷土豆丝儿，豆角多少钱一斤？大哥？3.5。茄子呢？2.5。行。这边中间没地方吗？我说这边这不全是，我就一个桌1米的地方，1米2的桌，一个号就行。在哪儿？大哥，这块儿啊，1包6块，2包10块，单饼、卷饼、卷菜吃熟的，20几10块钱。对，单饼，这就是单饼，单饼也是卷饼，卷饼也是单饼，一家卷菜就能吃，到家就能卷熟的，1袋6块，2袋10块。现在咋卖呀？20几10块钱。超市打坏了，那你厂家直交的，1袋6块，2袋10块。你收那天是卖玉米的？啊，大、那、哥、个，对，卖玉米一起来那个。他一会儿问我呢，他没来，有事儿。来，大哥，来俩，2斤10块钱，你尝尝小伙的饼。师姐，那天我来过。是出毛病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咋的呢？工厂直接给我送货，我不是那种二级，
烫，最接的，必须吃啊！到家就卷，卷啥啥味儿。二斤十块钱，回家吃方便省事儿啊，阿姨，省得自己烙了。咱说现在基本上天是凉快了，啊，过了放冰箱冻上，冻上，大哥懂，先懂，先没事，大哥懂，一包一斤，两包二斤，二斤十块钱。方便还省事儿，经济还实惠。啊，慢走，大哥。来几个阿姨？要我要俩，要俩，我得我拿钱。别着急，钱不着急，嗯、两个十块钱二斤。装俩。我装的都是你的。啊？就拿兜吧，拿兜没事。拿个兜，拿个小兜说。完了，要不您吃的东西。完了，你。没问题吗？来姐，多拿点呀。好。二斤十块钱。哎。啊。春淼，油面粉味儿，好吃。新疆烤串儿，行，来不来？好了，姐。春淼了，来。啊？小龙春淼，江北的。二斤十块钱，一袋六块，两袋十块。到家就卷，卷啥啥味儿。家里面有啥咱卷啥。你买你尝尝，全回头玩。我在江南卖两年了。来俩冰箱。那能冻吗？能冻一个月。不要来一个六块钱。吃春饼，吃春饼啊！能卷鸡，能卷鸭，还能卷大麻花。没有不能卷的。啊，慢走脚。单饼卷饼，单饼卷饼了。吃香香的来。慢走阿姨啊！哎，祝您生活愉快。好。吃单饼，吃单饼啊！两袋二斤，二十张饼左右，十块钱，比自己在家做的合适。阿姨，刚才大哥不说超市卖八块。吃春饼，吃春饼啊，卷啥啥味儿，啥都能卷的来。来俩阿姨，好了阿姨，听人劝，吃饱饭呢。一斤六块，二斤十块钱，卷菜吃熟的，金刀软乎。就现在你们小葱、大葱那香菜，没那是香菜。回家炒盘土豆丝儿，一家人吃挺好。一袋六块钱，两袋十块钱。来几个冰箱？来俩吧，吃完冻上。冻完再缓。冻完再缓一样。你就吃，全回头客。咋卖的？一袋六块，两袋十块。这啥饼？薄饼。春饼，就卷点小土豆丝儿，卷点小葱，卷点小香菜，你就吃吧。会喝酒喝二两香酒，不会喝就多卷两袋。真香，一袋六块，两袋十块。选点土豆丝儿最基本的，愿意吃肉选点猪头肉，那吃的满嘴流油，香香了。哈哈哈！好了，美女，吃完香肠得动上啊。花钱能办到的事儿，自己就别动手，是吧，阿姨？咱得享受生活。对。慢点，阿姨啊。现在享受生活，都学会了。吃春饼啊。六块钱，两个十块钱，搁俩袋装，阿姨。两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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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袋二十块钱。我这都是烙好了。熟的。单饼。单饼和卷饼。香香的。四袋二十，阿姨。有吃的抓点紧。冷冻的，冷冻的。给大哥装两袋。感谢大哥支持。哈哈哈。啊，你家在附近，大哥。二斤十块，二斤十块钱，来几个阿姨。你装俩，我瞅着这里这么没有鸡蛋，没有鸡蛋，那哪有鸡蛋呢？烙饼炒鸡蛋，你得自己放鸡蛋。不是，你有的烙的饼有鸡蛋，还有鸡蛋呢，不要带鸡蛋的，带鸡蛋的不行。70、80，来俩，阿姨80叔叔啊，我给你装俩，必须装俩，吃吧，冻上点。就是我说冻上点啊，对你也是阿姨啊，我就告诉你是吃吧，冻上点啊。我看着瞅着也冻上，你要吃吧你就冻。好嘞，哥哥。第一次在这里，前天我在那块儿那家人了，啊，然后大几天在前面那块儿，这块不花钱，这块花15块钱，啊，支付宝、微信呢？哦，这个，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了，拜拜哥，拜拜。哎，吴阿姨拿几包啊？买饼的阿姨呢？别拿错了吧，别拿少了吧，这么大岁数。我得找着拿老太太去。一共才拿几袋？阿姨，买饼买四袋饼的阿姨，你来，你是拿少了？拿少了，好嘞，好嘞姐。
拿少了，你不告诉我装两个袋里吗？一个袋里两袋，你买四袋吗？你给我张，谢谢啊。没事，你给我张大红贴，等你80块钱，一袋6块，两袋10块，二斤10块钱，到家就卷卷啥啥味的来。春饼，那明天吃搁吃啥呢？明天吃搁常温里就行啊，啥事没有。来了，阿姨，2袋10块，有没有吃的？来，我再打开一包来，趁着热乎气儿，打开一包，抓紧时间，我再来。还有，怎么了？2斤给10块，我家这赖完了没有货了，那吆喝起来，不是，不吆喝不说不笑不热闹，是吧，阿姨？怎么了？卷土豆丝吃呗。土豆丝最基本的，阿姨，就把你的肉炖成红烧肉一卷，一家人你就吃，那真香啊！一袋6块，2袋10块，一楼吃，2楼跟着香，3楼、4楼都借光。吃吧，来，吃不完给它冻上点，随时拿随时吃。这山东泡面过去了啊。好嘞，给你了啊。好嘞，阿姨，祝您生活愉快。一袋6块，2袋10块。一袋6块没你。买俩，我袋带一个。买俩吃呗，宽敞的，万一不够咋整呢？家里面人多，对不对？一袋1斤10张饼左右，2袋20张饼左右。你看你买2袋，你剩点没毛病。你万一等不够吃了，不尴尬了吗？是不是？那买3袋就吃。买3袋吃5、4袋20呗，都拿走，给你扛楼上去。吃春饼。累咋整啊？姐，你说是没那条件待着呀？来，姐，我跟你说。过去了吧？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姐。3袋，给我。5个袋。必须给你。你都不用吱声，小伙给你安排明白的。咱那是王，再过10多年，给我儿子吃，我儿子都娶妻了。我儿子都娶妻了。一般像我这样优秀小伙结婚都早。吃春饼，大娘整乐了，大娘，大娘整乐了，大娘。这小伙优秀，长得也漂亮，说话还好听。吃春饼，来再买袋。工作忙到吃家一口。对，来，可以装袋吗？哦，超市卖8块，你自己算的合不合适呢？没有，我买这一袋6块，2袋10块，阿姐。8块，那这没有包的。19号的，昨天做的饼，我正常今天在早市今天卖的差不多，早市下雨了，没有办法呀。咱说了也不算，他说下就下。这个饼比那个饼。来，阿姨。不多吗？阿姨，都一样啊。能拿自己拿。想买哪个拿哪个。我愿意吃，他要一个了。要一个了，那行。都整完了。那图最好，都整完了。你看一眼，行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最基本的信任得有。发脾气干啥的？啊？发脾气怎么的？什么阿姨？你说？不是，这怎么整的？发脾气、啊？搁机器，机器压的。啊。来，阿姨。啊。机器压。慢走，阿姨啊！祝您生活愉快。机器压的。机器压的，阿姨。怪不得这么好。怪不得这么好，科技了。到这个时候，咱就享受生活，只要能花钱办的事儿。咱就省着自己做了。我们当地人面粉不错。当地人呢？我听你这口音不像东北人。吃春饼，香香的，来，头伏吃饺子，二伏吃面条，三伏烙饼炒鸡蛋。阿姨，你把鸡蛋筐扔我这儿，正好回家一套下来，三伏了嘛，到啥时候咱吃啥？吃春饼了，来，香香的。对，1楼吃，2楼香，3楼、4楼都借光。一打6块，2打10块，阿姨吃吧。从3岁能卷到80岁，谁都能卷。吃春饼，香香的辣。卷点小葱，整点小香菜，摊个小鸡蛋一吃，那真得劲儿。吃春饼了，来。一袋什么鸡蛋呀？一袋1斤10张饼左右，2袋2斤20张饼左右。回家10块钱，羊肉整熟了，一卷，羊肉味。对，土豆丝、黄瓜丝，黄瓜丝有点淌汤。回家不用蒸了，蒸一下更好吃。我今天早上吃的，我儿子吃2张，我吃5张，可好吃了，阿姨。你就吃不完，想点给他冻上，啊，慢走一条。一袋1斤10张饼左右，2袋2斤20张饼左右，对吧？
一袋六块，两袋十块。热不热呀、啊？热更筋道，不热也能吃。没热，搁焖饭里面，盖帘子放上面，底下不有水，微波炉也行啊。来，这个整那个带锅的还没过去呢。来几个大哥？好吃。来几个姐？来两个，你都说了，就这么说了。吃吧，小伙子就保你怎么说，卖你两袋饼，还交个朋友，小伙让你终身难忘。吃就完事儿。点点土豆丝儿，整点小葱、小香菜往里一放，那你吃去吧。啊，一楼跟着吃，二楼都跟着香，三楼、四楼都结果。那就不知道啊，你得叫你今天再走吧，你们一会来，就这几包春饼，江北的乡亲，父老父老乡亲，小伙从江南来的，给大家带春饼吃。有吃的把你的脚步稍微的停一下，你听小伙讲两句再走。啊，二斤十块钱。哎，大哥，辛苦了，大哥。讲两句，大哥。春饼真香啊，香香的，来。平时爱吃肉卷肉，平时爱吃菜卷菜。酱那就打肉酱呗，行吗？行啊，太行了。还用炒肉丝吗？你炒肉丝卷肉丝那更香了。啊。卷啥啥味儿？明天想出去溜达去，这十个啊。你带点手回在家做好了肉丝装餐盒里，带着，把这饼呢带着，到那中午饿了几个人一吃一卷肉丝儿。现卷的。哎呀，可香了姐，可香了，可香了。提前卷是不好吧？当了。那你现卷那多有感觉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两袋十块钱吃去呗，是不是姐？我买的东西买多了，啥都买完了，面包啥都买了，那就差春饼。对啊，这一袋多。一袋十张饼，几个人吃吧？几个人吃？我给你算算。我们七个人。七个人一袋饼能够吗，姐？我自己就吃五张。这还有那个那什么呢？你多买点，姐，你听我的。七个人出去，你买一袋饼不宽敞。你万一不够就尴尬了，剩点拿回来没毛病。还上饭店，还上饭店呢。对，就是不是说是一天吃，就是早上不行。啊，那行那行那行，那你拿一袋就行了。买啥呀？还买的月饼，还买的那个面包。哎，想的真都周到姐。再炸点鸡腿。哎呀，哎姐，那你来吧，整点鸡腿肉。哎呀，六块钱拿吃吧。六块姐，六块六块，一袋六块，两袋十块，都这规矩。姐，都这规矩，你下次买两袋，我收你十块。你吃吧，可香了，姐，我保你好吃就完事儿了。一袋一斤十张饼左右，两袋二斤二张饼左右，两袋十块钱。我都想买，我想买干豆卷。吃春饼，吃春饼了，来，卷干豆腐也好吃，干豆腐干豆腐味儿。对呀，卷干豆腐。对，炒点干豆腐丝，爆炒三丝一卷，那多香啊！干豆腐就不能卷它这里。是干豆腐卷大葱呗。对呀，我就那意思。对不对？出去玩，这时候出去玩最好，还不热，凉哇的。姐会享受生活，我看出来了，会享受生活呀，看出来了。村民，人生就得是这样，该挣挣，该花花。咋的，大哥？破下了，破下了呀？破要多些？四块钱，四块。哎，好嘞，姐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呀，你这一天呢？我趁早买茄子，给茄子能拉出头。春饼拿好了，姐。啊，跟我性格一样，大大咧咧的。啊，拜拜，姐啊。哎。啊，不用再烙一下呀。回家给它腾一下更好吃，不腾也能吃，它是熟的，姐。以我高尚的性格让你担保，你就吃。回家卷点猪头肉，满嘴流油。最基本的。还带点猪头肉啊？那吃肉了香吗？我就是十块钱，便宜不了了，阿姨。那你卖多钱呢？六块钱一袋，十块两袋，正常就这么卖。那这不还是的吗？我这两袋饼卖一小时了，我寻思我就让你还这么卖，我就让你尝，便宜不了，真便宜不了，阿姨。小伙就实实在在给你唠。八块钱。不行，阿姨真不行，来都来不了。那我再摆一会儿。我哥找我吃饭呢，我就着急了。便宜块钱。一袋六块，两袋十块，不是榆林的啊，别瞎扯啊，这江北产的，这是春饼，不是金饼。你那啥，九块钱，真不行，阿姨，真不行，真不行，阿姨，不行，我来了，真不行，阿姨，真不行，我可白，真不行，真不行，真不行，两袋春饼十块钱，有没有吃的了？来，着急了，一碗了，一碗没卖了，着急了，一个三十五块今天，我
这不是差一块钱，阿姨你不差一块钱，两粒葡萄，对不对？村民着急回家，二斤十块了，来。我分析阿姨能回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你看看阿姨回来了吗？春饼二斤十块，二斤十块钱，有没有吃的？没有吃领家去了就，没有吃那家收摊，收摊那家卖。收摊回家，我先走一步啊，来靠一会儿啊，你要不靠我就给你烧火车了。靠了是的，这是干嘛的？来的晚，靠！这六幺八呀，回家干啥呀？靠吃点走吧。还有两袋十块钱。两袋五块钱拿走是吧？两袋五块钱，阿姨，我卖你都不敢吃，阿姨真的。小伙就实实在在十块钱二斤。回家。错过这个村没有这个店，想吃这个饺子真没有这个馅儿，整不来。着急回家，十块钱二斤。就剩二斤回家了，装车，走。说大娘，你这么想，六块钱一斤饼，十块钱二斤饼，你算算现在白面多少钱一斤？小伙子，给你贵不贵？你就是自己寻思寻思，对不对？我先走了，韩老板啊，你收不收？你收，我现在给你收。我晃啊！我走了。啊？明天呢？明天早市我都没卖的了。明天再说呗。我研究研究。这是379的现金，有100块钱找零钱，没净手就相当于净手了，微信呢还收了一些啊。总共是100几斤村民，我也没查，反正早上剩8多斤，咱又提定要出20斤，没寻思这块能这么快，朋友们知道吧。我发现咱这饼在什么地方卖好使，菜市场绝对够用。咱是几点到这儿的？1点钟到这儿的吧，忘了几点了，反正现在是6:28，最后正吃剩这两袋饼，我卖了1小时，知道吧。反正也没着急跟韩老板唠嗑，最后还没净手啊。这家伙的，哎呀，行，不净手咱也那什么。我寻思我是这么想的，寻思在这边卖个5-6十斤，6-7十斤吧，剩个5-6十斤，明天在太平桥咱就把这点饼卖了。没寻思这块这么快啊，这还明天早市都没有卖的。五点多的时候吧，我就剩两袋饼了，越少越难卖，真是货卖大堆。这家伙，喂，这家伙的，咱也实在。你说你正常卖多少钱，我就实实在在跟人说了，又不买了，人就是心里不便宜点就不得劲儿。我要跟他说正常卖6块钱，那2袋12的情况下，10块钱也就交钱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拜拜，回家了。